安全终端已清理完毕。那位塔达林的部队正朝我们而来，他们似乎是由多种族的群。点亮你们的战阵，战士们！我感知到一枚神奇碎片，就在……我必须立刻赶往下一个安全终端。我们必须打起万分精神，待前进中。 也许，这就是这场战斗的胜负手。正在初始化安全系统重建工作。这位塔达林仍然认为他能摧毁我。我正受到攻击。 我已重获50%的系统控制权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被塔达林篡改的系统程序已修复。你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我无法在压制塔的干扰下。 是个载具，没有任何防御压制它。虽然艰难，但这里的数据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组装完毕的神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。 基本准备完毕，即将。你的战士正在。休想变色！发现敌方打击部队。真有意思，一处数据核心。如果你能救出这些人格，你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 正在分析损坏的安全数据。盟友正在交战。敌方部队以我为目标。基地遭到攻击。侦测到另一座压场。基地遭到攻击。你又保护了我的一位。 这位塔达林虽然残暴，但不够聪明。他尚未发现敌人正在攻击我，压制塔的攻击已等。这位进化者再也不会。压制塔已停火，行尸走肉。数据核心里的所有人格都保存，恢复进展已。敌方压制塔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。
需要援助，防御系统已经，我建议立即摧毁。盟友正在正对与敌人交战，压制塔的攻击已导致危险，压制塔已停火，形势紧急。 接管已经完成一半，敌方压制塔，压制塔已只剩25%的系统，我建议立即摧毁那座压。 此处安全终端，不能下载压制塔的，压制塔已摧毁，干得好！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正在确定最后一个路线。 储存了更多的人格，请在数据核心遭。你的盟友正在交战，遭受攻击，神器能力，你的战士正在人格参与。这一场战，太好了，救出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救出了这个数据。 侦测到另一座压制，压制塔已摧毁，干得好！
我已重获50%的系统控制权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压制塔的攻击已导致我的死，这只是个载具，没有任何帮助。压制塔，有大量压制塔正在激活。被塔达林篡改的系统程序已修复。压制塔已停火，压制塔已摧毁。我现在可以。我从未奢求过。